大家好，我是小胖啊，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剑会的一个暴力对决，万丈峰钓鱼岛飞弹队啊，对面高速三公团队啊，走的是一个双宁波一师国化身加利古传统三公的一个路线。万丈峰还是212的一个九黎神女儿武装，九黎加什木云阵，有一把大克。先给了关战峰一把破碎啊，其实加的速度超快的九黎城在对面两个凌波城面前也显哎有点速度不太哎，好像比另外一个凌波城速度要快。神马宝宝，神马宝宝的一个原因。开场第一回合就直接开无间地狱，冲着关战峰这边的武装冠就来了。夜舞倾城1700好像输出有点不太够，疯狂应激也没给破血啊，直接就是起飞了。起飞的话贴贴保护没有任何问题啊。武装冠本身打到后边尤其血量低了以后，它抗性会越来越高的嘛。下个回合对战方地府也可以黄泉之息再抓一把速度再抓一把，有手抓，一般三公队都点手抓啊，可以再抓一把，能抓个2000-3000差不多，2000-3000好像还是不太够用。卡了一个小四海，黄泉之息2500差好多啊。再卡上一个大金，场上是有高速宝宝的，那夜罗刹再跟一手，灯也走起，700多的一个灯，那武装官这边一大半的血量已经恢复过来了。由于鸟阵被大克的原因啊，对面这个破血的伤害也是有点不太够用，有一个夜罗刹还没跟上，哎，还有一个自动的，啊，换掉了。须弥一般般吧，秒不太动，再来一把金青，好像没有任何问题。这种开场就点杀的，如果一旦开场点杀不成功，负担太重了，因为它本身。就打面上的话他输出是略显不足的，他就是依靠自己的夜罗刹以及人物单位啊，先通过点杀去打开局面，各个击破他，不像那种咱们说看的兄弟也好啊，魔奇少年熊他们那个团队也好，就是超暴力的面上我直接跟你拼。鸟阵贝大克对于对面的输出影响变得更大，本身鸟阵没有输出位啊，贝大克也不输出更低，反而现在关战峰顶着这把无间地狱秒过去有点疼，神木林一秒对面这得倒人啊，看一下163能不能扛住。哎，这不如开场点九黎，九黎好欺负吗？九黎抗性相较于其他单位也稍微低那么一点。你看狮驼岭，它就是一个常规速度的狮驼，那这样狮驼岭的输出就显得很正常啊，还是可以给到关战皇很大的压力。但狮驼你要休息一个回合的啊。对面是有一个女凌波，女凌波的话她可以无缝切换到一个利普陀，感觉比较符合当下对于三公队的一个主流定义啊。一个大金舍身取义，化身色活一口，等于是两下，先把九黎城带走，
咱们之前做过这种速度比较快的三公队啊，他怎么玩？一般就是开场开无间，点死你一个，就是让化身死去一直吸这个无间地狱的大嗓效果啊，一直吸，大概吸个十几二十回合，他再通过天神怒斩的方式啊，再出点什么瞬击，哎，就对面四号位那种瞬击加杀人力劈啊，瞬击就杀力劈啊，这一个东西啊。再点到化神四，从而拿下比赛啊！他是这么一个思路啊，相信老粉肯定也见过啊。现在这种高速三五里不多了啊，以前特别多啊，也有很多豪门是倒在他们的脚下的。起了个纸人。反手一套，哎，瞅着机会来点一手，小桶挂住了，还得拿小桶来拿捏一把。小桶是个好东西，断月式够了。哎，也稍稍微微的减轻了自己一些压力。下一步看看怎么去找另外一个尸体了。那另外一个尸体好像以观察方目前这个抗性对面是不太好找啊。就神木这个输出也够对面吃一壶。两个风系多控制一下，等自己九黎城站起来再输。紫月神香，7000-6000，这受得了？一个神木林也受不了了。哎，终于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啊，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就之前曲阜也好，真茂阁也好，在面对三公的时候，他选择用了一个四宝一神木林。哎，那个超级联赛啊，打阳光城，还有这个群星逐鹿打阳光城，都有这个经历啊。四宝一神木林。哎，这神木林瞄起来这确实但前提你得，哎，你看天神怒斩来了就对面刚才咱说的那个思路啊，就天神怒斩要好一点去利用，去突破一些难啃的骨头。整体输出是不差的，但点不死，因为现在肉的血量比以前高好多啊，它提升了20级，现在是60的强壮啊，60的神速，不管是在速度方面啊，还是在血量方面啊，又提升了啊不少。曲阜，你就像曲阜的九黎城有14000的啊，一个九黎城14000。日月乾坤套进去，再找一个九黎城也要拉起来，拉起九黎城以后对面就可就受不了了。
这两方有一处他是可以去走好，但走好的意义又不大，小爽再点九黎有金晶得好像压不住了。压不住了呀，一个瞬击打了5100，你想想这玩意儿要加战离来个力劈得多疼呀。对面这些宝宝都是为了自己这套阵容准备的，他们的伤害会比传统的三攻的那种宝宝啊那种伤害会更高，加点会更集中。人解封印还是想慈航射一把，打起来就剩下最后一个地府了，这样令旗也补上了，这有没有慈航的机会啊？有没有慈航的机会？163，哎，宝宝加药了，全跟了一个恶宝带走了。